如果您是第一次购物，洛杉矶县目前有三项优惠补贴政策，最高可白拿60,000元。首次购物的民众不要错过申请房屋贷款退税项目 MCC 政策，可以让首次购物者获得联邦抵税，抵税额最多为应付联邦税的15%。 Mortgage Credit Certificate MCC 是由联邦政府发给各州和地方政府的一笔补助金，采先到先得方式。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点国语一台以及无线3台的天下纵横谈，首次购物有钱拿，馅饼蒸能从天降。